第一个重点，我们来看一下空间向量内积的定义哦。而在向量内积的几何定义上面，平面跟空间上的定义它是一样的，所不一样的是它们的坐标表示法会有所不同。那同学可以试着扫一下 QR code， 或者是输入下面这样的一个短网址的连结，复习一下向量的定义，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说明。而在这个影片里面呢，我们大致上面帮同学复习一下就好了。不管在平面上还是空间当中的任意两个向量，如果我们要找内积，首先呢，我们一定要先让它始点是相连接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向量去做个移动，让它们的始点是连在一起的。第二个是我们要找到它们的夹角哦，而两个向量的夹角我们要取的是列角。那什么是列角呢？列角就是介于0到180度之间的角度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形，在这个图形上面的列角就是右边的这个小角度，叫做西塔。那如果是这个图形的话，它的列角应该也是找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小角度，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西塔。而这个图形上面的两个向量的夹角就是这个小角西塔了。那有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正式定义向量的内积了。首先呢，向量内积的符号是 A 向量要 dot B 向量。而在之前平面上面我们有讲过内积的概念，应该是投影长乘上投影长的概念哦。那我们知道两个向量不外乎是夹锐角或者是夹钝角这两种情况，那我们去想办法找到投影长的概念哦。好，如果将这个向量向这个向量去做投影的概念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个蓝色的投影长以及红色的投影长。那如果是夹钝角的情况之下，这个向量对着这个地面去做投影，可以得到这个蓝色的投影长以及红色的投影长。而这两种状况合起来都可以写成 A 长度 B 长度乘上 cos 西塔。但是到这里同学应该有发现，这里的 cos 西塔在锐角的时候为正哦，而在钝角的时候为负，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。那更进一步的，我们就可以精确的来去做说明。如果在锐角的时候，这两个的投影长如果是同方向，那么它的内积就是正的。那如果是两个向量夹钝角的时候，因为投影长的部分是反方向的，这个 cos 会让它变成一个负号，所以这时候的内积它就是负的。所以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厘清一个概念哦。内积的概念是投影长乘上投影长的概念，但是我们在 cos 的部分是不加绝对值的，它就可以反映出来两个向量的投影是同向或者是反向的概念。其实刚刚我们在做内积定义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个基本假设，假设地面是在这里从上面去做投影，而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式子哦。而实际上面我不一定要以这个红色的 B 向量为地面，我也可以反过来，我让黑色的 A 向量为地面，那么这时候的投影方向跟投影长的表示方式就会是 B 长度乘上 cos 西塔再乘上 A 向量了。那么我们不妨就把这样的一个写法写成 B 跟 A 去做内积。那在这里其实同学就可以发现，我默默地引进了一个性质，不管是以 B 向量当地面，或者是以 A 向量去当地面去求内积的概念，它们的结果实际上面都是一样的。而这个也说明了向量的内积它是有交换律的哦。